招招手啊。有点生意可以做吧。来个吧。他这个脚踏车可以快，那个马的话就一定是慢慢的。嗯。还有阴阳家、纵魂家、杂家，杂家不讲了，阴阳家。纵魂家的呢，就是不讲是非，他要帮助哪一个国家，他就向国中文化说，这个说他好，说他这个要大家一起去拥戴这个，支持这个国家。那相反的，他另外一方面的话呢，就是说留国，叫许多国家联合起来对。旅馆。哦，对。好客。La 10:50, tenemos.